首领！啊，各位首领，什么事儿？唐都派来了收税的官员，要见你们各位首领。唐都的收税官员？嗯，他说他叫欢兜。欢兜，这人我知道，在唐都有个外号叫混沌。你别看他表面上装傻，这里特别狡诈，还有个外号叫九头狐狸。好像还没到秋季开市的时候吧，还有十来天才开市呢，可四方的商人都早早来了，都怕错过好买卖。唐都的集市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呀。大首领，你看，是环都。唐瑶陪环都到归瑞收税来了。归瑞集市的贡税可都让唐瑶拿走了。是啊，这不等于让我们东夷人给他们华夏缴税吗？这归瑞是唐都的底气，人家收税也是应该的。看看于顺怎么处置这件事情吧。哎，你看看吧。这罐子不错，这是新烧出来的。你看，欢兜大人，我们首领正在山上议事，请你上去。哼，你们首领，巴掌大的首领竟敢不来迎接我这个帝军特派官员，这不是请你上山吗？叫他们都给我滚下来，去。不理他，咱们就是不下去请。他要是不上来，咱们就让他在底下等着。我琢磨着，唐都是看咱们干起来了，也想来捞一笔。别瞎猜，华夏联盟收十抽一税，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。帝君免了咱们两年的税，也算是格外的开恩了。咱们是华夏联盟的成员。危难之时还是要靠华夏，每年缴纳贡税也是应该的。可是眼下来收税的是欢兜，欢兜这个人怕是十抽一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啊。哼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跟我走。哎呀，胆量就过来。住手，住手，都给我住手。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，干什么？你们住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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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，住手，别打了。霍东，你给我住手，都回来。小小主，免了吧，这里是归瑞，不是唐都。干爹，他是什么人？究竟怎么回事？既然瞒不住了，我就告诉你，女婴是帝君唐瑶的二女儿。欢兜，你来归瑞做什么？帝君指派我到归瑞来征税。征税？征税还用拔剑杀人吗？小主，你不知道啊，归瑞的这几个首领完全不听我这个帝君特派官员的话呀。他们让我找这个东夷人评理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在我们华夏自己的地盘上征税，轮得着东夷人说了算吗？那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当初这个东夷的余顺和我们有盟约，要在三年之内把归瑞建成都城的规模。按他们当时的约定，这三年里归瑞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于顺说了算。如今离约定还有一年，当然还是于顺说了算。难道我们华夏人说话不算话吗？确有此事。可是归瑞开市已经两年了，帝君仁德，前两年的贡税
全都给了归瑞和东夷附近的部落，用于开市修路的补偿。如今两年期限已到，我正是领了帝君的命令，来归瑞征税的。一派胡言！按照咱们华夏联盟的规矩，所有的部落和集市都是十抽一税，也就是取一成。可他说，来这里的人不仅是华夏人，还有东夷、三苗和北方部落的人来做买卖，所以要改十抽一为十抽二。这贡税翻了一番，所以我们大家不答应，这才拔剑。欢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东夷和各部族都有自己的贡税，你现在要求他们来的人再缴一次税，谁还愿意来呀？再说了，没有人来这里做买卖，你的十抽二税不就是一句空话吗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既然帝君的女儿都替你说话了，我就答应你，还是按照十抽一税征收。走。于顺，听说你们东夷的大首领来了，他人呢？哦，应该在集市上吧。哎呀，那咱们这也太失礼了呀！于顺，赶快带我们去见见你们的大首领。好。顺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帝君的二女儿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帝君的二女儿，那你还能把我当妹妹吗？再说我父亲有极为严格的家规，不准我们说出真实的身份，再有身世，除了义父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。哎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怎么会呢？帝君真是表率天下。小心点。顺哥哥，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往后还认我这个妹妹吗？当然，我还是把你当妹妹看。你和女婴前都带路，我们都没见过东夷大首领。好嘞，义父。顺哥哥，快。几位首领，请坐。哎，坐。哎，坐坐坐。草木子首领，有什么话，请讲。啊，大首领，我有个请求，把于顺给我们留下吧。于顺是我们东夷人，为华夏做事，难道帝君不会怪罪吗？帝君胸襟开阔坦荡，我想帝君是不会怪罪的。啊，换了啊！另外，我想告诉大首领，女婴就是帝君的二女儿。好啊，她可以直接禀明帝君，让于顺留下。草木子首领，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于顺在为归瑞做事，帝君并不知道。起初这件事是否能做起来，谁的心里也没底，所以我们事先并未禀明帝君。不过帝君知道后，不但大力支持这件事，还大加赞赏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问问于顺自己的意见吧。大首领，这我现在还没想清楚。嗯，也好。于顺，归瑞建都还有一年的时间，不过你既然已经答应人家了，就应该帮人家做好。东夷人说话一定算数。嗯，来，各位首领，来，为了归瑞早日建都，喝了这杯。好，过来啊。哎，
环兜大人，伯强，你们退下。诺诺，来来来，坐坐。伯强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有苗氏大酋长想你了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在归瑞建都，不仅仅发展了各个部落，让他们变得富庶，方便了商贾货物的交流。其实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，华夏跟东夷之间多年来关系一直很紧张，民众之间积怨很深。原因大家也都知道，皇帝大战蚩尤，蚩尤败后，我们东夷死了很多人，东夷人有的背井离乡，甚至逃到了三苗。晋楚说，我们东夷这些年一直遭受水灾，民众苦不堪言，所以一直以来，华夏跟东夷不通婚，不往来，即便有些往来，也是那些商贾们偷偷摸摸的。可就在今天，我看到了，不管是东夷人、华夏人，还是三苗人，他们都喜笑颜开，因为你来我往而高兴，为货物丰富而喜悦。他们所有需求一旦满足，便如久旱逢甘露一般，富庶美好的生活会消除仇恨，带给人欢乐呀。雨顺，你做了一件我们一直没有敢做的事情。有了这个开始，大家便可以友好的往来，互通有无。你这样做，远比起我们这些渴望和平的首领们去说一百遍、一千遍，甚至一万遍更加重要。雨顺，恕我以前自私的想法。当初，我一直想把你这个东夷人留下来，为东夷人做事。可现在想想，真是好笑，真是目光短浅呐！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远比只让东夷一地变得繁荣富足更为重要。你更让人们懂得了，仇恨比起友爱是多么的卑微。等归瑞建起来，不仅仅是一座都城，更是为华夏东夷两大族群间开了条坦荡大道。高尧在这里代表向往富足的东夷人们，感谢你，雨顺，我们敬你。来，谢大首领。雨顺，停停停，停，敢敢敢敢！当年帝尧派大人出使我们三苗，在那儿一待就是两年多，并且还跟我们的大酋长结为了异姓兄弟。这一转眼，多年都过去了。是啊，来。有苗氏大酋长近来可好啊？他挺好，就是非常惦记大人。他听说这华夏和东夷之间修路开市，就让我过来看看，不想在这里碰见了大人。啊，我是帝君派来收贡税的。嗯，好差事啊！啊，大酋长让你到归瑞来看看，看什么？哼，我们大酋长早年就说你是机敏过人，现在一看，果然老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大酋长十分担心东夷和华夏联手之后会一起对付我们三苗。大酋长雄才伟略，心怀天下，这件事怕是他多虑了。哼，多虑了。东夷的大首领高尧已经来到了归瑞，依我看，归瑞明年建都之后，这里便是华夏和东夷共同的都城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虎狼在侧，
我们大酋长岂能安睡？据听说，大人在帝尧面前都是身份显贵，春风得意，可帝尧不再年轻了。联盟之后，要是让高尧和虞舜这些东夷人做了主，那大人可就……直说吧，你这次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个东西，大人可否认识？认识，辟邪，这是你们大酋长的东西。不错，我们大酋长给大人留了条后路，让我把这个带给你看，以此为证。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来，咱们喝酒。大首领，草木子过去也对东夷深有偏见，当年是虞舜和他母亲让我改变了对东夷人的看法，今天又听过大首领的一番高见，更是让我等看到了东夷人的坦荡胸怀，看到大家对归瑞建都的反应，我们都感觉到了，无论是华夏还是东夷，大家都想过好日子。以前为了归瑞这块富庶之地，我们华夏的部落自己打的也是头破血流，多少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，大家都想多得，可是到最后谁也没有充分得到他的好处。虞舜在这里建都，大家过好了，就连虞舜的部落有虞氏也跟着发展起来了。大首领如果不介意，草木子愿前往唐都，圣邀帝君亲临归瑞。一切有劳草木子首领。东夷的大首领来了，华夏的帝君也来了，归瑞将更是名动天下，影响会更加久远。归瑞这个东夷华夏间的坦荡大道作用岂不更大？是啊，义父，到时候大家看到东夷和华夏的首领都这么支持归瑞，会对双方的友好共处有信心呢。语音说得好啊，来，让我们用这杯酒敬虞舜，敬极力促和华夏东夷的语音和各位，还有支持归瑞建都的帝尧，一杯。行，成，请。顺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啊？女英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嗯。以前我娘总是带着我登上山顶最高峰去查看水情，当遇到水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马上通知部落的人，他们才会躲避，否则的话有虞氏可能早就不存在了。现在我真正明白了，当年我娘为什么会这么做。这是不是高尧大首领那番话让你想到的？心胸要开阔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这就是我娘和高尧大人给我最大的启发。其实我以前想在归瑞建都，只是想完成我娘的遗愿，让大家能够过上想过的好生活。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归瑞这地方，华夏、东夷，还有周围几大部族联系在一起，意义是多么的深远。我现在才真正懂得了我娘对我说的心胸宽阔。你能包容天下，你的回报才是天下。顺哥哥，你母亲真好，
这么早就教会了你这么多事情。是啊，我娘经常教化我，心里面不能只装着有余事，所以她才能在华夏的归瑞一直得到各首领的尊重。顺哥哥，我想明天去祭拜他老人家，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，好不好？我娘要是知道了，她一定很高兴。好，好啊，好一个高尧，好一个虞舜。曹木子，你回去告诉大家，告诉虞舜，如果他能按照约定，三年期满之后，可以真正做到在归瑞建都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帝君，我要让高尧和东夷人看看我唐尧的心胸，我唐尧的诚意。帝君，虞舜不过是一介草民，你把女儿下嫁给他，是不是太委屈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虞舜没有任何背景，可他做成的事情能让天下人受益，而且给东夷和华夏的联合提供了契机，这是不是前无古人的大事？若是真能实现华夏和东夷的联合，他虞舜即头功。华夏和东夷都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来担当大任。你们大家都想想，我华夏人才济济，有谁能够承担起统一天下的大任？帝君，这个可不是我们的事啊。不，天下就是天下人的事，你们不要光在我的儿子唐都的贵族和四方台的首领里面想，只要有惊天伟地之才都可以举荐。帝君的身体康健，这件事情还是回头再议吧。继位人的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，要寻找一个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人谈何容易，所以要从现在就开始。曹木子，你先回去告诉高尧大首领，我随后就到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本来我打算叫欢兜去接管税收，你去接管都城，这样我们就有取不尽的财富，我们就可以掌控贵瑞为我们所用。但是我还是小看了那个虞舜，更是低估了那个东夷的高尧，他把归瑞看得如此之重，难道唐尧就看不出归瑞的重要？他一直想联合东夷，一旦东夷和华夏联合成功，我还能成为继位的人吗？公推行列里将会多出东夷人反对我，东夷人最恨的就是我。是啊，帝君一直以来就希望联合东夷，此番高尧借草木子之口向帝君示好，这个趋势可就挡不住了。看来能跟我竞争地位的也不止丹竹一人，那个叫虞舜的会成为我继承地位道路上的最大威胁。不错，唐尧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起码有这个意思，而且他要把女儿嫁给虞舜，这就是信号。滚兄，你多次想娶唐尧的女儿都被他搪塞过去了，看来唐尧是铁了心不让你继位了。一旦东夷和华夏联合成功，虞舜才是我最大的敌人。公公，你敢在唐尧去那儿之前告诉欢兜给虞舜制造麻烦，必要时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归瑞给欢兜送信。我就带了这几张好瓶子，哎，滚开！哎，别拿了，别拿了！我带了这一捆瓶子有二十几张，你们这一下子就拿走了五张，还都是豹皮和熊皮。只给我留下鹿皮，还有狼皮，这哪是石臭衣？高尧大人，这简直是臭虎啊！高尧大人，你看那边，看，怎么都欺负我们东夷人呢？嚷什么？这么多人都挺顺从，怎么就你别扭？让不让抽水？不让就滚蛋！走，
大首领，这样下去会把集市搅乱的。是啊，这样下去恐怕对我们跟华夏的联盟不利啊。他敢欺负咱们东夷人，我杀了他们。哎，这税收的太狠了吧。就是太多了，这税收的也太狠了。让于顺来处理吧。咱们走。欢都分明是在钻税收的空子。开市六天了，所有来的商贾没有一个不骂的，这人心都让欢都给闹散了。顺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干爹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我们不能在这坐等帝君来了。你想，如果欢都把集市搅乱了，这恶名一旦散播出去，到时候想要再挽回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欢都呢？欢都在唐都也是重卿，和共工一样都是领兵的统领，就连我父亲也要对他们忍让三分。干爹，我问你，帝君为何能成为帝君？帝君系出皇帝，出封唐侯，受禅成为华夏盟主。那帝君如何得以受禅？帝君以仁德感召天下，顺民意，得民心，才使得其长兄侄让位。继位后启用能人伯益驯养家畜，后继剥植白骨，滚去烟毒洪水，仔细教化民众，才有了这万邦归一、百姓臣服的华夏联盟啊。原来帝君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娘也曾说过，仁德比刀剑更有力量。我现在从帝君身上也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气魄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帝君为什么能够一直做到得民心、顺民愿呢？顺哥哥，你到唐都四方台明堂前就能看到，右边架着敢剑鼓，左边立着诽谤木。敢剑鼓，诽谤木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那是我父亲用以知民心、听民怨的东西。站在诽谤木下，就可以倾诉任何冤屈，揭露任何不法行径；敲响敢剑鼓，就可以抨击联盟的所有官员，甚至指斥帝君。我说，我问问你们，这华夏帝君为什么可以名声远播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敢让大家说实话。在唐都的明堂前面，就立着这敢剑鼓，还有诽谤木。人们站在这诽谤木之下，可以大声诉说自己的冤屈，敲响着敢剑鼓，不但可以评说首领，就是当今帝君的过失，大家都可以评说。好，我问你们，我们归瑞是不是属于华夏？是。那好，这个规矩在这里照样可以使用。今天我们也树立起这敢剑鼓，还有诽谤木，有什么冤屈你们就大声地说出来。好。我先讲。我是从三苗来的商贾，这来一趟啊要走十几天，这一天呢最少要换两双草鞋。是啊，我们做点生意不就是为了多赚点货和物吗？可是那个欢都，他明明扣了我们三成的货，还说什么十抽一，你们说是不是欺人太甚？是不是欺人太甚？是不是？
你们说是不是？欢东大人，欢东大人，于顺在集市中央架起了诽谤木和感见鼓，让大家在随便说话呢。他居然敢架设感见鼓和诽谤木，看看去。我们一年才猎得一只老虎，还咬伤了我们三个弟兄。欢东，他拿走了虎皮，只留下十几张鹿皮。然后他说什么？这是十几才抽一，大家想一想，一张虎皮能换几十张鹿皮呀？这叫什么事儿吗？这不欺负人吗？大家说说，这是不是欺负人？是不是啊？你休息一会儿。行，我也来说两句。什么人在这里撒野？这感见鼓和诽谤木是谁立的？我。好你个东夷小子，见到华夏来的大人竟敢不行礼。这行礼是要向懂礼的人行，你又不讲理，大家说说让我怎么向你行礼。是啊，怎么向你行礼？找死！欢东，你想干嘛？小主恕罪，这感见鼓和诽谤木乃是我华夏的圣物，他居然敢私自设立在这归瑞的集市，你可知罪？你说得好，你也知道什么是圣物，圣物是受大家所尊崇的物品，华夏帝君鼓励大家说实话，所以这感见鼓还有诽谤物才称得上是圣物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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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东大人，我问你，我们归瑞是不是华夏的地方？是啊。来人，把这两样东西给我拆走。诺，你们谁敢？没关系，今天就算你能把归瑞的感见鼓和诽谤木给拆掉，谅你也不敢在唐都帝君面前把那边的感见鼓和诽谤木也全拆掉。今天你敢动手，于顺即刻就带着大家去唐都区帝君面前状告你。不管你在这儿立什么，这税我一样要照收。好啊，那你收你的税，我现在就带着大家去帝君那里问你的罪。你帝君每天公务繁忙，我们就不要去惊扰帝君了。我欢东初次收贡税，难免有做得不到的地方。哼，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请把多收我们的贡税退还给我们吧。对，还给我们！大家听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税卡要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走。看来这个于顺不好斗啊，干脆剁了他。剁了他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我。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别多想。经过这两次较量，这个于顺对我一定会有所提防。看来华夏和东夷联盟已不可阻挡。欢斗大人，你要考虑一下，做好万全准备。
咱们这一拉手啊，我可是等了很多年了。是啊，都怪我闭塞多疑，才贻误了大好时光啊！不不不，也怪我做得不够。草木子已经把大首领的一番高见都告诉我了。嗯，大首领真是心胸宽广，目光远大呀。帝君客气。父亲，大首领，赶紧坐下说话吧。帝君请，大首领请。父亲，大首领，你们就别客套了，赶紧坐吧。来，先坐。谁？他们都告诉我，归瑞开市以来，很多华夏人都患到了井咒，喝上了干净的井水。大首领的功德，华夏人都称颂呢。哦，帝君，井咒是我琢磨出来的，可是制作的模子是我们东夷一个年轻人想出来的。哦，高尧不敢一人贪功，谁这么聪明啊？于顺。哦，于顺，又是这个于顺。这个于顺可真是个人才呀，两年里就把这归瑞整治得令人刮目相看，这是连我都做不到的事啊。这首先要感谢东夷人呐。帝君，你客气了。多亏你鼎力相助，才使得虞舜能让归瑞呈现此番景象。他不仅是建立一个都城，而是把华夏东夷给连结在了一起。我梦寐以求的事，他给办到了。哎呀，啊，说了这么多，他人呢？快给我引荐一下。哦，父亲，父亲。父亲，我知道顺哥哥在哪儿，我去找他。啊，那你快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不错。我再看看这个。顺哥哥。哎。女婴。走，快跟我走，我父亲要见你。我，女婴。你就放心吧，我父亲见了你肯定满意。走吧。不是，我要是见帝君，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你的方式？嗯。这个井咒啊，虞舜呢就做出了一个模子。好，然后真亏他能想得到啊。对，他把这个模子。哎，人呢？他怎么了？哎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赶剑骨的声音呢。是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敲赶剑骨？哎，归瑞怎么会有赶剑骨呢？父亲，是顺哥哥，他说因为有话想跟你说，但是他只有在赶剑骨前才敢说。帝君，帝君，虞舜今天在这里向你告罪。虞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让女婴找你来见我，你非但不来，还击鼓聚众，你就不怕得罪我？父亲，顺哥哥，我帮你。女婴，帝君，这件事情必须由你来给我们做主。如果我今天不说真话，这归瑞三年建都的计划将会毁于一旦。这关乎到华夏、东夷，还有三苗民众的生计。所以我虞舜今天在这里冒死击鼓鸣剑。好个聪明的虞舜，
你既然敢立诽谤墓和敢见骨，就一定知道诽谤墓下不管有什么冤屈都可以说，敲响敢见骨不但可以评说首领，连帝君的过失都可以评说。好，那你就说吧。帝君，我今天控告的是欢宗，他在这里言而无信，抬高贡税，你胡说八道。欢宗，别让他说完。帝君，你问问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对，对，都作证。帝君，帝君，帝君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。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蓝遍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。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泛舟看向诸半坡，闪电撒旦爱直播，万川之约